反正要怎么说呢，就被说也正常的。我自己没打好，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啊。没打好说呗，没打好无所谓，说不说什么的。就是说，有理智的不会一直说，有理智的基本上就说一两嘴就差不多了。啊，没什么理智的呢，会一直说，也不用特别的，怎么说纠结的。把肉先放出来。有啥呢？三个啥？这就是实战吧？那这下我也要动真格的了。感谢阿哈哈郡王送的血瓶啊，谢谢，感谢血瓶。这地方完全是天壤之别，看来不能再依赖参考答案了。那我够了吧？好吧，我对弹幕的包容性还是比较高的，我还真还好。是的。来一把长剑。哎，他，我还是得死啊！他这么快，卖吧！哇，他下路死亡，他妈直接来下路啊，野都不刷、啊，这打野玩不玩啊？这打野，他刚死亡就能来，好恶心啊！我靠！Nice. OK, 回来。
早知道老子就他妈那下子平时直接交出去，我特哎，早知道那平时就真 A 出去了，还想着说这个击杀给爆你了，我真特哎，无语。哎，就有点。给他 A 死，犹豫了。有朝一日，我将完全掌握我的能力。这些能力就没什么能阻止我实现梦想了，这就是我的能力，世上有许多英雄，没有哪个英雄和我一样。带了凯旋还是暴民？哎呦！
大家都在努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那我够了吧？哎，不是单挑呢，我特不是说好一 v 一啊，你妈叫人你算什么，我靠，一打一遍，哎，好恶心啊。以为跟他一打一我都那个乌鸦一技能我直接就吃了，怎么还有一个他打不过我的，我跟你讲，就如果是一打一他没大的乌鸦打不过我刚刚那个状态的 EZ。还有闪现的，哎，算了算了 ，OK， 我忍一下，我这把有点暴躁啊，这把真有点暴躁。哇，把感觉找回来了，真。